刘妈妈，你是不是不想去幼儿园？为什么？刘萌萌在逃避上幼儿园，今天要送她去幼儿园，她很不开心。你看，一脸不高兴。走了，把你的那个头发弄一下，你的头发乱了，有一那个，还有一根散在那里，对，就这根。好，今天要去给刘萌萌报名，刘萌萌要上中班了，是不是？又走了，非常不开心。刘萌萌，你就认了吧啊，逃不掉的。祝你在幼儿园愉快。今天是报名，今天又不去。报名啥？就是报名。报名啥？报名就是给老师说一声。不去上学，今天就是去报名。报完名了吗，刘萌萌？对对对，要做核酸检测哦，做了个核酸。啊，现在开心了，现在开心了。不郁闷了。好吧。买了好吃的是因为是不是？给刘萌萌买的新衣服啊，开学要穿新衣服。上学了，刘妈妈现在对上幼儿园的这个恐惧已经消除了，是不是？回家做个大盘鸡吃一下，奖励。我们今天中午吃个大盘鸡，这是从丈母娘家带回来的土鸡啊，两个鸡腿，因为我们三个人肯定是吃不完一整只鸡的。所以我们就做上两只腿吧。前段时间给大家拍了丈母娘家做的土灶大盘鸡啊，今天老婆来做，看看有没有丈母娘做的好吃啊。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呀。你要觉得我做的好吃，那就是我妈做的不好吃，那就看你得罪谁了呗。是不是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我来回答吧？好吧，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滚刀大土豆。所有材料已备齐，现在开始制作。不来个糖色吗？就普通的家常炒法。
这一只鸡够我们做大盘鸡的话做三次。我们没有买青辣子，就放点红辣子就行了，少点绿色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开动开动，大盘鸡。快来一块鸡肉。我觉得只要鸡好，随便做一做，怎么做都好吃。你的鸡腿。那么啃个棒子。啊，你不把它剁碎，就是专门为了让刘梦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刘梦最喜欢啃骨头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好，捡起来继续啃。水冲了一下，洗了一下，继续啃。理了个发，齐刘海。米饭，收到。我妈做的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？哼哼。怎么你做的好吃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刘梦说的非常对。姥姥做的好吃还是妈妈做的好吃？妈妈做的好吃，奶奶做的好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先拍菜，拍完菜再拍呢。你因为我好还是因为奶奶好？那谁爱我们俩？你和他还是我和你啊？你和我。怎么忘了饮料是不是？奶啤是我们新疆近些年来非常流行的一款饮料，特别好喝。
圆萌萌今天去学校报名不太开心，吃顿大盘鸡就高兴了。对，就高兴了。对对对对，没有什么不是一顿大盘鸡解决不了的。这种带皮这样的肉特别香。这土鸡的皮特别筋道，特别有韧性，特别有韧性。看我的小蛇子粉粉的，我现在吃饭啦。祝刘萌萌开学快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